哎，乡亲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淼宏詹教授哈，电机博士。今天来这看咱乡亲交换知识啦。啊，交换什么知识呢 ？Headline， 从网路的转传被不断的被刑事约谈，看蔡英文这群诈骗团伙是如何的强害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来，再听一次哈 ，Headline， 从网路转传，不断的被从网路转传的人民不断的被刑事约谈，看蔡英文这群诈骗团伙是如何的全制宪法里赋予人民的自由，是这样子啦哈。这个贺德昏贺老师在前面的宪法学堂里面也跟我们讲过，如说天赋人权，人民生下来有的权利，然后我们透过我们哈，因为要成就国家的使命，然后呢，我们牺牲一点自己的福利权利，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牺牲的福利叫什么？纳税、服兵役。然后呢，我们透过宪法的保障，哦，让统治者哈，哦，能够跟我们相安无事。啊，这个宪法是在钳制统治者的啊，所以说让我们了解到哈，哦，宪法是在保护人民，去钳制统治者，但是现在整个宪法的功能都不见了，宪法的功能都不见了。怎么讲呢？最近哈，一直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给我，尤其昨天晚上有一个哈非常善良的妈妈，她打电话给我啊，跟我谈了差不多二三十分钟。她跟我讲说哈，曾教授怎么办呢？我哈假博士真骗子这种事，我把它转传。彭文正彭博士的，曾淼宏曾博士的，童文馨童博士的这些理论哈，他们把它在网络上转传，他竟然哈接到了刑事约谈的那个的挂号啊，他吓一跳啊，他吓得不晓得怎么办呐 啊我一想说哈，哎，因为我接到这种电话哈也不下一次两次啊，哎，还真的刑事约谈呢，连网路转传呐，假博士真骗子啦，或是哦，这些网路的东西啊，哎，宪法赋予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思想、迁徙，哒哒哒什么的自由呢？啊，这就让我又想起来了，杰森利，杰森利呢？我那天在中正520，在中正纪念堂也碰到他，然后杰森利呢，前两天哈，被宣判说哈，他无罪。是这样子啊，杰森利说：“哈，我被宣判无罪，原来哈，我已经被哈，被约谈，还要以违反社会秩序法哈，被约谈，然后呢，晚上送了以后呢，他完全不知情了，他被移送，他完全不知情了，然后呢，突然报纸报说他无罪啊，宣判他无罪了，夭寿哦，哎，现在的这一个。”统治当局以蔡英文为首的这个统治当局是这样子啦，全国目前有1600，我怀疑呀，啊，哈，全国现在有1615个哈派出所，啊，是不是这1600多个派出所接到上级的命令呐，啊？每一个为了要压抑哈异议的声音呐，啊，要压抑哈。不同的声音呢，啊，所以说呢，全国各共1600多个派出所哈，依照业绩呢规定哦，每一个派出所都要约谈三个人，约谈三个人干什么？去压抑，透过国家机器去约谈三个人，等于说约谈了差不多5000人，去压抑，让善良的百姓哈，不敢再哈转传。或是讨论这个假博士真骗子这个议题了，我在怀疑啊。
啊，透过因为人民是善良的、啊、百姓的、啊，他说哦，我这辈子没经过法院呢，他怎么约谈我了、啊？那我该怎么办呢、啊？我说要求哦，透过这5600个派出所嘛，如果没我怀疑，如果这1600个派出所接到上级命令，规定每一个派出所要约谈3个人，来压抑哈、哦、异议的声音呐、啊。哦，要求啊，这个就厉害了啊！所以说哈、哦，接生力他被约谈，约谈完之后呢，他被移送，他也不知道，然后突然宣布他哈、哦、无罪，要求哦，他啊，昨天这个妈妈是跟我讲哈、哦，哎，我会不会哈、哦，我被约谈完了以后呢，他也打电话到派出所去哦，啊，找到这个刑事警。他说：“哦，这个刑警天天在忙啊，哎，找不到人呐、啊，都是代接电话啊，代接电话就啊，因为一代接电话就是下礼拜、下下礼拜，一拖两三个礼拜，他就一直在恐惧之中了 啊，不晓得怎么办了 啊，所以说哈、哦，他就打电话来问我了啊，我就认为哈、哦，这个哈、哦，我们呐、啊，我们台湾人。”我们两个眼睛一直看着过去，国民党对台湾人的恫吓、威胁的恐怖的统治啊！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民进咱台湾人寄托的民主进步党哦，现在已经悄悄的披着国民党恐怖威胁的外衣哈、哦。进入我们台湾的社会的了啊，所以我感觉哈，整个宪法赋予人民哈有集会、言论、迁徙之什么自由，现在这个恐怖的手段呢，已经哈透过以前的国民党进入我们民进党的统治阶层里面去了，让人民不知不觉之中哈哈感受到哈。有一种恐怖的威胁、啊、恐怖的统治啊，要修嘞！我们两个眼睛只看到过去哈、哦、60-70年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民进党这群统治者，哈、哦，这个恐怖无限的统治。好，那么现在我就说哈、哦，这群统治者，来，我们哈、哦、做个结论。结论是这样子啊，我就要看一下哈，我的网友他们哈给我一些非常漂亮的对这个蔡英文这个哈统治集团哈，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我们千万咱全国的乡亲咱得来注意啊，我们要监督的是监督哈统治者，不是在监督在野党，我们哈。因为在野党他没有资源嘛，我们要监督的是哈那个每年有2.5兆中央政府总预算的执政党，也就是现在的民进党啊，所以说哈，民进党叫我们一起去哈监督在野党，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在野党他又没有资源，只有啊，所以说哈，咱台湾目前哈是哈乌白颠倒下，天地颠倒下啊，台湾人不晓得。台湾人只是记忆到过去60-70年国民党曾经带给我们的各种的恐怖的统治，但是忘却了你只看的眼荒的恐怖的回忆，但是忘却了在你身边已经逐渐上来的阴影。好，我们要监督的，千万记得，我们要监督的是每年拥有2.5兆预算的统治的国家机器，我们要监督执政党，不是在监督在野党。好，那我的网友哈，希望我哈跟蔡英文讲的哈，蔡英文，你不是要司法改革吗？司法是正国之宝，护国之基石。以下这些大案，你为什么不办？赵丰盈案。扁案、马英九案、傅联会案、台大馆案、美丽岛案、林宅血案、陈文成案、庆户案、
类雷建案，蔡英文你自己的假博士论文案、假博士证书、专机的走私案、柯文哲的五大案，还有2020年520台湾的总统府的最大泄密案，不改革司法就没有转型正义，这是对台湾人民的凌迟、大屠杀。台湾人已经沦为人人自危的恐怖黑金、黑帮、伪民主社会。然后呢，美东王爱兰医师他也给我 email， 他也跟我讲了，那我在这边也原封不动的送给蔡英文，你们这一群号称台湾民主的民主进步党，美东王爱兰医师他跟我讲，媒体被蔡英文掌控了，我们应该也要有对策。让王爱兰医师提到，媒体被蔡英文掌控了，我们应该也要有对策，让全民都是媒体，我们可以发传单，发到台湾各个角落，让全台湾人民都知道真相。对岸有个大骗子习近平，台湾也有一个大骗子蔡英文，香港被习近平镇压，台湾也被蔡英文镇压。蔡英文说韩国已是芒果干，他自己才是大芒果干，台湾不会被习近平吃掉，但是台湾会被蔡英文吃掉。台湾人要觉醒了，救台湾只有靠自己，别无他法，觉醒吧台湾人，继续努力。这是以上我在今天这个从网路的转传被刑事局刑事被不断的被刑事约谈，看蔡英文这群诈骗团伙是如何的钳制人民的自由的，做出的结论。OK， 卡南雄亲，高瓦地席了OK，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